哎，你到长沙有出去玩过吗？没有，这是第一次吗？我到哪儿都没有出去玩过。这是第一次吗？第一次怎么样？出去玩。这样叫吃饭啦，这样叫出去玩哦。当然是出去玩，自驾不叫出去玩吗？自驾、欸。那你自驾去上班，那也是出去玩吗？这不是上班哎、欸，这是出去玩哎、欸。因为出去玩听起来就特别的高级，就是出去玩。比方说有人就逛街，他就觉得叫出去玩，但就是逛街就是逛街。明白。看电影就是看电影。我懂，出去玩。哎，那你理解的出去玩是叫怎么叫出去玩？我以为是什么郊游啊、哦、之类的。你喜欢这种的？也不是说喜欢，就是我定义的出去玩叫这样子。他对出去玩他是有追求的，他是有要求的，不是所有的出去都能叫出去玩。小景哎，竟然比龙还大一轮呢，太吓人了。大一轮吗？快了，你差一岁。哦，太吓人了。小景他问完以后自己吓到。但确实龙出来的时候就是小，就是很小。但你当时就是，我就觉得你有你那个年纪很少见的沉稳。沉稳。嗯。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你的心智比较稳定？对你有过特别不舒服或者是不习惯的时候吗？就是入行啊，做这些事情啊，就真正的我到底对于工作吗？对啊，对于工作还好。是哦，我觉得是你在比赛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有点纠结。那个不是纠结，在比赛那段时间是被网暴。哦，对，但是就是出道之后就说，哎，说工作方向那个倒还好。那个时候是比较不懂事啦，就觉得说，没有看到说外面的世界，就是说网络的世界。是，我跟你说，就突然间去面对这个会受不了啊。你会觉得说，那也没有怎么样啊，怎么感觉就矛头都好像指向自己的那种感觉。但是回过头来再看，你发现每个人都会遭受这些，对吧？其实不只是自己。身在其中的时候就觉得全世界都在针对我，但其实有好多人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你经历什么，但就相反倒是作品有可能能被更多人看到，就是这个。对，可是那个时候刚刚开始肯定是非常介意的，因为第一次啊，不止第一次，而且就是还小啊，承受力也没那么强。